鬼缠身，自由行陆客诈台付数百万元。是要来台湾骗钱？没骗人。这个46岁的大陆骗徒梁凡龙来台行骗，落网时竟有脸说自己没骗人。以他为首的谢慧群、谢东梅等4名陆客，1月起以自由行方式四度来台行骗，锁定50岁以上妇女，谎称他们鬼缠身，捞人能消灾解厄，要被害人拿出财物做法，再趁隙调包。前天集团再度犯案，被害人家属察觉有意报案，其中3人当场招逮，1人搭机潜逃出境。诈骗集团平日选定传统市场中年妇人为下手目标，初步调查该犯罪集团已经得手4件以上。警方清查发现不法获利高达数百万，并怀疑有台湾人涉案，昨天讯后将3名大陆骗徒以诈欺罪嫌送办。动新闻太过分了报道。